哦，姐夫，大姐，三天大雪，你腻上来了吗？我妈呀，让我去清个风水先。啊，一大早我就出门了，地上的雪呀，有一丈厚了，看不到边。我一个人走在雪地上啊，总觉得眼前是花花绿绿，一会儿是红光，一会儿是绿光，再过一会儿又变成蓝光。我就在路边就撒了泡尿啊，射起来，多亏了这泡尿了，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呢。啊，我一边尿尿啊，一边向周围看，这发现不远的慢坡地上有一坨石头，好像还冒着热气嘞。我心想，咋还有人在我之前也在这打尿尿呢？可周围是一个脚印也没有，我就走过去了，仔细地看了一下。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呀、啊！那块石地上长着一株小草，咱们这个地方叫鸡草。你们说怪不怪？三九严寒天，咋会长出这绿油油的鸡草呢？我得顺着这个鸡草的根向下挖，结果挖出一个连干带叶还带着花瓣的东西呢，粉白粉白的。我本来想把它给挖出来，又怕是撒宝物珍草，挖出来石了月星就成了废物了。我又原封不动地把它给埋回去。你挖出来我看看。好、哦，来。嘉轩呐，嗯，你好好看看。你画的这是一只小鹿，鹿，你还记得在原上关于肥鹿的传说？咋不记得啊？可是很古的时候啊，咱这原上出现过一只肥鹿，浑身洁白，晶莹剔透啊，一路啊蹦蹦跳跳，从东原跑到西原。地里的庄稼汉猛然发现那肥鹿跑过的地方，哎，麦苗忽然窜高了。再后来，那些常年病在炕上起不来的老婆老汉就下了炕了。秃子头上长出了黑头发，歪嘴歪脸的臭女子一哈子变成天仙。那姐夫，你问这些啥意思吗？自从有了肥鹿人，就有了肥鹿亮相。这几代人下来，北凉人当族长，肥鹿亮相合计一个字，一直把这种同根同种的血缘关系维系到现在。眼下是你们北家上了点元气，可是人家不能讲，正是人才两旺。哦，姐夫，接着往下说。有句话叫做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得是非让我给你上下跪拜不成吗？咱白鹿原上谁不知道你朱先生神人？我可不是神啊，我是人的不是神。姐夫，我家这几年的光景是咋过来的？你懂起吗？我娶个女人咋个这难呢？娶了一个过上两天就死球了，连着六个嘞。你知道村里人把我说成啥了吗？说我下头带着狗狗，能把女人的心肝肠子给勾出来。我早就说不再去了。说我拿四十钱有交代，说是卖房子卖地，也要再给我娶上一个。为这我把他逼着我去请风水先生。嘉轩呐，你发现他的那块地是谁家的地？鲁子林的，你二十几亩地，都是他的。这是自然，这是吉兆啊。姐夫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是吉兆吗？这是我北家选祖上积的德，这是天意呀！王峰啊，这北路亮剑可是有好批判的。乐先生，嘉轩，谢老师，嘉轩，这卖地的事情你可要想好了呀！你们先人产业的事情嘛，我敢说着玩吗？这可是两亩水地呀、啊，可是你们白家祖辈传下来的最好的一块地呀、啊。嘉轩兄，冷先生，子林兄啊，子林兄，嘉轩家里的事情啊，你也知道有难处。这卖地的事情、啊、不是卖，是换啊这换地的事情，我到你家和你大都说过了。要是买卖双方，是买卖双方，是换地双方。要是换地双方都没意见。今天我就做个种人，写下一纸契约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地。冷先生，我来的时候，我答让我转告嘉轩兄。虽然嘉轩他答不在世了，但是咱也不能支人家的地呀、啊。嘉轩侄儿，啊，这是我答出来。嘉轩侄儿这几年运气不好，要是有啥困难就说一声。要粮要钱到家里来。
来拿，这祖上留下的地那是万万不能卖的。多谢你拿来自林兄，我白家选要是补到郭母区的份上了，绝不愿意落下个卑家的名声。我们白家就指望着我往下许想活来了。我现在已经把我达留下那点钱都花光了，两头骡子都卖了，我们现在实在是无路可走了。再，哎呦，我这牙疼的都是货呀！冷先生，一会儿给我弄两副药。再说了吧，也为了我的脸面啊，也为了你达心里头能和顺，咱这不是欢滴吗？我用二亩水地还你五的二亩曼陀地，你就给我好地和薄地的差价就行了。子林兄，你还有啥要说的？既然贾玄兄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就代表我答应下来了。那我可白纸黑字写下来。哎，贾玄兄，你咋就看上我家的二亩曼陀地了？这白鹿原上能拿出钱来置换二亩水地的，除了你家，莫有第二家的。贾山兄啊，咱两家不歪道，咱兄弟俩从小也是一块长大的，不是外人。是，我听老人说，你这命硬啊，可女人，啊，要不你咋连死了六个媳妇儿？啊。你跟兄弟说句实话，你下边这东西得是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吧？别人的啥样子我也没见过，我咋知道了？哎，你看吧，正常。贾轩，贾轩的妈，你是吃的饱算了，你咋就敢把祖宗留下的天子好地说卖就给卖了？还有你俩，一个是陆家定门李户的长子，一个是锦绣新山的先生，你俩咋就吃不下个他来？不是事儿，我还以为你老人家同意了呢。我同意，他还要我同意，这么大的事情他就敢一个人做主？他打死了才几年呀，他就是霸占你们白家几十年了，我那边对不起你们白家？你是存心想把我给气死了？你就卖吧，把地卖了再卖房，说不定那天把你老娘也给卖了。你卖吧，你卖吧，你卖吧。啊，是，妈呀，住手，咱先把这收音摁上啊，有啥事情吧，摁完了收音再说啊。贾先兄，看着你是铁了心了。哎，你们可看好了啊，这可是双方自愿，永不反悔。双方自愿，永不反悔。子林兄，咋？哦，妈，妈，咱回吧。哎，你说乖不乖啊？自从十几年前我们两家把这地换了以后啊，狗日的白家选就时来运转了，许下的第七个媳妇儿也不死了，还接连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一个闺女。特别是他家老丈人给了他一包罂粟种子以后啊，狗日你看他家发了，新盖的宅子是一个院子套一个院子，比我家两个院子还大呢嘛，还雕梁画栋的，画的什么蝙蝠呀、啊、猴子、啊、哎，狗日他家人花钱连想都不想嘛，尤其是他家老太太，一到村口来卖罐罐摸的来卖饼糖葫芦的，你看他家老太太为了让孙子高兴啊，一掏口袋就是一块银元呀、啊、妈，朱先生，朱先生，麻烦你给我献个庄子，哎，庄子狗日没家产，所谓的立庄子留本地的意思。狗日白家选太不像话了啊！地挂好钱，我家户都没了，八块银元，打零用他家留本地来偿还。他白家选可要说地挂好，把他留本地卖给他了。你从我家仓库手里面夺下便宜和你妈了。我说我到地里边去看一眼，这人还没有站稳，上来还疼得他把我都推倒。妈呀，我还了得呀！那扑上去跟狗日打起来，俺
起来，你想啊，那长工佃户还不跟着打呀？打热闹。哎，我听说白嘉轩还要到县上去告人。哎呀，不要以为我家在县上不认识人，他想告我，我还想告他呢。今天我倒跟他要比试一下，看看谁家舍得在这上面花钱，看看谁家在县上说话算数。来，现在你给我卸妆，你现在就卸。子林兄弟，庄子我早就卸好了，请子林兄弟过目。卸好了。全何叔，姐夫，姐，哟，子林兄也在嘞。我来请朱先生给我卸妆子来了。你来之前，我已经来过。我这个姐夫当即就给我卸了个素妆啊，然后回家之后再看。回到家打开一看，全何叔，这给我卸的也是这。老话说的好，房子招牌地是垒，攒下银钱是催命鬼。二位请坐，一杯香茶清淡如水，君子之交莫过如此。多年来的朱某人越是著书论文，越是感到迷糊无望。国子洋洋亿万民众皆是文盲愚昧之辈，靠几个秀才巨人岂能够国富民强？唯有靠你们读过书的族群家长带头实行人力，树立宽宏仁爱之形象，方能教化黎民百姓，造福一方。今儿这个事情，如果二位可以见见自己，宽以待人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就请接受我朱某臣一拜。对不住，朱先生，朱先生。子林兄啊，这朱先生的话于情于理都不得不听，你看咱咋办了？我这来的时候啊，这还一肚子气呢，听朱先生这么一说，我这肚子里边的气啊，就好像是喝了一碗凉水放了两个热屁，一下子全没油了。子林兄啊，咱白鹿两家那是一家人嘞，要是在你我这本上打上官司，咱这两家的怨恨就算是解了。那好，李挂把钱给再不要去，还得留份地那退还给他。君子爷驷马难追。好，李挂夫家的地我也不要了，他一家国董的粮我给，明年开春我找人给他地里下种。姐夫，这事情这样办成不？白鹿原的百姓人家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大恩大德。姐夫，那我走了。告辞。告辞啊。嘉轩兄留步。嘉轩兄啊，还有一件事情咋办呢？啥事情？咱俩在地里边打架的时候，你一连骂了我六个狗日，这事情咋办了？土木心思咋到地上了？你说咋办了？那我得还给你。成吧，我数着啊，六个狗日的，一个狗日的，两狗日的，三狗日的，狗日的。六个，子林兄，这回平了吧？平了，平了个球，那心里头又骂上了一个，你听见了？你咋能让你气啊？我答，包看他一天到晚护着个脸，
其实他最听我的，只要我一闹，只要我一哭，我要干啥都行。哎呀，不行，咋了？我憋不住了，走，我要上茅房。哎呀，我憋不住了。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徐老先生，你咋了？我正在茅房解答寿，那个白家女公子就一头撞进去，我只好跑出来，太何体统了。哎，你猜，我看见啥了？啥？我看见徐秀才那个白亮白亮的大屁股。白亮白亮的，你咋说？你给我来点，快走。以为你上了几天新学堂你就变了，张口闭口新思想新活法。我问你，你咋活呀？你吃啥呀？你不吃不喝还刀枪不入，那是义和团。你还变？你变成啥？你还变成你是我打我是你儿子。我问你，你是谁呀？鲁兆鹏。我是谁？鲁自林。鲁自林是谁？是我打。既然你还知道我是你的，你就得拜咱北鲁连上的连祖连宗。一会儿咱们北鲁亮姓的长辈都要过来，你带着你媳妇跟我一个一个的拜，不管你是叫打叫北叫婶叫嫂子，只有他们答应了，你媳妇才算是进了咱鲁家的门了。听见了？打，前天你上城里喊我回来，我不回你抽了我一巴掌，昨天晚上你让我进洞房我不进，你又抽了我一巴掌，今天你又要让我白祖拜我一巴掌吧？咋？你早抽？对你这种封建的包办婚姻我表示抗议。行，上了几天新学堂不好好念书，成天上街四百游行学会抗议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在街上抗议，有人家警察拿水罐子冲你；你在我这儿抗议，有咱裴主任的祥云惯着你呢。你可看好了啊！谁要是违反了规矩，那是要用酸枣吃多的刷刷子抽死。子林兄先来了。哎呀，家传兄啊，你是组长的，你把这好好给个管教管教吧。小文，哎，周鹏，你们俩在这一块长大的。岁数上也差不了几天，把你们俩的婚事安排在一块儿，祖先让乡亲们看看，你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，往后呢就是咱白鹿亮姓的定门立户之人。小文，对你达给你设下的这门亲事你还满意？满意。赵鹏，你呢？问你话呢，要说真话吗？真话是要说，但是要分场合，场合不对，那真话就是傻话、疯话；那么假话也是要分场合，有时候假话就是真话。不，假话就是假话。我们中国人被各种各样的假话欺骗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应该觉醒了。你不能再说了，你说嘛？但是你说的那些事情，都是我成年人的事情。你今天当着列祖列祖背祖拜长辈，你才能算是一个成年人。小文，你说的。小鹏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咱有啥过不去的吗？列祖列宗在上，我达跟白鹿亮姓的族长牙犬大白在上，赵鹏在此请罪，冒犯祖祖，无私祖归家教，违抗父母之命，没说之言。赵鹏愿为此党州受罚，以示家族权威。你个驴日下的，你还要文学字，真真有词语。这大爷们的开话再说。子立兄，我说过，我就等着你打这第三个巴掌呢。你当着大家的面丢我的人不说，你还当着祖宗的面丢咱鲁家的人，是不是？狗日先把你推你大爷的，我让永远滚！东家。出大事嘞，你们给拿个主意呗。不是，出啥事情？那江从儿子黑娃回来了。
花，他不是外出打工去了吗？回来了还带个女子来说是他媳妇儿，他说按照规矩他要外住，要不他媳妇儿进不了门。人家都他妈忘了规矩。不是，今年不是把他留在家里和你一块做工，他又外出了呢。回东家他不干。你说吧，他说只舍无妨。他说他看不惯你的腰杆子太硬太直。啥？我的腰杆子太硬太直？东家，他俩就在祠堂外头候着呢。叫他俩进来。打好吗？我放两个吧，等两年以后我也从外头给你带回个媳妇来，到那个时候我再摆渡嘛。你以为从外边带回来随便就可以进家门了？还带回来是个脏东西呢。给我，明年送你进学堂啊，我给你起了个大号的鲁昭谦。鲁昭谦，谦虚谨慎，谦谦君子。可你倒好，外出打工不足两年竟然私自带回一个女子，还要拜祖进门做媳妇。你倒是给我们说说，你和这个女子是咋回事情？姓啥名谁，家住何地，父母何在，你们俩是咋认识的，又是咋私定终身的？他叫个我，我在他家打工，他是我东家的女人，我把他睡了，东家把他休了，把我俩赶出来了，我俩没地方去，先回了他娘家。他打死个读书人，一听说女儿被别人休了，就断绝了父女关系，我就把他领回家了。李八蛇，你叫个鹅，这个名字好，鹅飞蛾扑火。会大人的话不是飞蛾的鹅，是嫦娥的鹅。嫦娥奔月，今天我和黑娃回家了，就是奔月了，这就是我家，这是月。谁让你说话嘞？让他说。从一进村子我就喜欢，看见房子，看见树，看见村子里的娃，我都喜欢。我想把这儿当家，我想伺候老人，我会做饭。在郭巨人家我是小老婆，郭巨人和大老婆一天三顿饭都是我做的。郭巨人一个月也不进我屋，可就是爱吃我做的饭。你们两个人是谁先勾引谁的呀？是我。自从黑娃来了，全家人都喜欢他。他能干又勤快，扫院子、掏茅房、浇水、掸水、拉牛引马，样样活他都能干。整天一句话也不舍，吃饭的时候端碗就吃，放碗就走。是我。是我主动找的黑娃，先是留他陪我说话，再后来。不要脸，你个少妇。黑娃，你个慌慌鬼呀，再找换这么个东西，宁可找个名正言顺的寡妇，也不能要这丑人样摊的二茬子货。你说啥也没用，你就说让不让我俩拜祖吧。你还想拜祖？你把祖宗的脸面都丢尽了。子林松，你贾选叔是族长，问他。贾选叔，你这事情真闹大了，别说拜祖，你怕是连白鹿村都回不来了。滚！只要你还带着这个女子，就保证进村子。连家都不能回，那你们两个俩去哪儿啊？本月黑娃，咱走，那地方亮得很。请靠。咱们新定的祥云是咱过日子的帐饭，我和子林兄商量过了，从今天起全族凡16岁以上的男人每天晚上在这集合听徐先生讲解，所有的人都来啊，一个也不能少，谁要是病了必须跟我请假，每天晚上必须要备下一条，回到家里要交给女人和娃，
只要是违反了祥月条文里的私情，按其情节轻重处罚。叫葛雷命了，皇上现在做啥呢？听说还住在宫里，看样子也长久不了了。我听说的是国民革命军正从广州一路向北打，现在们为我们西安城里是一位姓刘的军长，他从河南招兵买马，现在我们这儿战场为王啊。他说咱西安是锅盔一丈厚，面条三尺长，还说西安的女子个个赛过杨贵妃，难道这是要改朝换代呀？这些年来咱紫水县的县长不知换了多少茬啊！你们看那城墙上的旗子，一会儿是红的换蓝的，一会儿是蓝的换红的。这范征以后这还有没有皇上了？没了皇上，往后的日子可咋过了？这皇粮还交不交了？皇上栽大树也是条龙啊，龙要是走了，世上所有的毒虫猛兽全出散，这往后的日子可不好说了。贤嫂，我看肖文这几天的脸色越来越不好，身子也数多，让你和他婆说的事情你说了没有？马上就说。你真好，我有话要说。你比肖文大，身子也壮实，可肖文还是个树苗苗的，你要处处裁协他。这些日子嘞，我看肖文脸色不好，为啥？许是地里干活累着嘞。我要是说了你不闹，老祖宗说话我一个小辈子还敢闹？那我就说了，往后黑了不能和他耍的这么欢。话虽难听可在理嘞，你要是每天黑了引逗他和你耍，把身子掏空了死囚了，你就得受一辈子活挂。我跟你说，十天刷一回，听见了？婆，这事情以前我妈叫我的法子我都试过了，可你们不知道，我就是劝不哈你这个孙子，他能磨死你啊。不行，他不听。说一千道一万，都是我孙子的不对，这没你的错。给他带弄个被窝，不让他碰你的身子。看你两个奶子，长得像个猪尿泡。看你那狗蛋子，
非得像罢免团子。孝文媳妇，你先把你自己惯好，你要是惯不住，我就拿针线把你那地方给缝上，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妈，你咋说话不会拐弯呢？这可是你们让我说的啊。我把你送到家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再待一会儿嘛。哎，你闻闻，还有味儿吗？啥味儿啊？死人味儿嘛。玲玲，我们一起掩埋那次革命烈士的尸体，我们手上是革命烈士的鲜血。那次杨虎城将军的队伍是国民革命军。我跟着你在城里，一会儿埋死人，一会儿抬死人，正经干了一个星期呢。你表现得很好。没有犹豫，没有动摇，我真是为你高兴呢。呀，我咋来了？骗你了！我问你，你真的那么怕我打？你打对我有偏见，非说你到城里上学是受了我哥和我的影响。没有错呀，就是受了你哥和你的影响啊。那我问你，到底是受了我哥的影响，还是我的影响？你明知故问。不。有些事一定要听你自己说出来。那我要是不说你，那我喊了。喊啥？梅江雪，老岳父，把你的宝贝女儿交给我吧，我保证让她一生。喊呀，你喊呀。不，现在我还做不到你，因为我要去军校啊。不去军校不行吗？不，我要去，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我的决心。那你原来说咱俩要一起加入党组织的。对，今天就把这事情定下来。那咱是加入共产党的还是加入国民党呢？现在国共两党的核算是一码子事情。你能保证他们以后就不分开了？要我说，干脆咱俩一人参加一个。好主意。我跟我亮大盒子，咱俩一盒子，你先选吧。还是你先选吧。又来。咋？你看啊，有龙的这面是公，有字的这面是公，你猜中那面算哪个吗？好，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要是咱俩都猜到一个面上呢？那就是命中注定加入一个档的。我猜是公。那我就猜公。好。哟，子，我是狗，我是狗啊，真好玩，咱再来一次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公就是公，国就是国，再来国共两党乱套了。你把东西给我，我来保存，等咱再见面的时候，我再给你。那，你千万保存好吗？你知道这是啥吗？铜钱呀。管女子，这是咱俩的。定情物，我听说过一个要铜钱的说法，你想知道吗？咋说法？人家说两口子要一个铜钱，谁要是要过去了，谁说话就算数呢。真的？真的。要不咱俩试试？行，来，你先要上。你闭上眼睛。东家，哎，这刚才这好像有人呢。不是啊，东家，去把那个玲玲给我锁到屋里。哦，好嘛，大小姐，哎，不许再出来。哥，恰先生，再次登门拜访，还是为了征粮的事情。不瞒你说呀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自古以来，老百姓都知道拿皇粮，其他的粮不拿。你呀。还黄粮呢，早就翻正了。你们听说，就连你家长工的儿子黑娃都进城上了农民将去做了，说是还要回原上来成立农民协会呢。黑娃就是他，这小子大小就不睁眼坑了。这都是天下大乱呀，今天一个将军，明天一个大帅，谁拿着枪谁就是爷。现在占西安城的都是河南兵，都是些饿狼二球，啥人连烟你都不扎一下，你走硬他吧。下车。
应验无以为人，白鹿原又寇劫匪，可眼下不必从前，人家手里还拿着盒子炮呢。啊，那个姓白的是龙儿还是家啊？奶奶，两句话的事儿，俺咋说了这半天还没动静啊？让他让狗急，这就揍，这就揍。你就是那个姓白的？哎，这不是长了全心全眼了吗？哎呀，多大的事儿，不就是敲个锣，比那大闺女上轿，比那小媳妇升官还难了。杨排长，少废话，杨排长算个球，这是刘军长的命令，我倒要看看谁的脑袋壳比那石头还硬，想往我这枪口上撞啊。来，拿着吧，还让我请你了。耶，走，碰上个有种了啊。行白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再给我说半个不字，我就打折你的腿，叫你踏着过桥。杨排长，滚！东家，东家大小姐。哎，杨排长，大小姐她瞧瞧我炮嘞，不是炮嘞，是死嘞，往后走的还是死嘞。先给他个面子。对了，你咱还在厂子当长工。汉哥，你到底动员了几个妇女同志？还几个，一个都没。不怕，鲁兆鹏同志说了，群众的觉悟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。农协会刚成立有几个人啊？再看现在，鲁兆鹏同志说了，北鲁原上已经刮起了革命的暴风骤雨，不用多长时间，我们的国民革命就要成功了。好，哎，裴家帅来了，你知道了啊，这是革命，不是赶集。对了，咱们村那套锣鼓家伙呢？做啥吧，我要用。你会打鼓还是会敲锣？我知道你是板头，会敲鼓，叫同志你们到场，你们就给我敲起来。你们也要说，这叫敲锣打鼓闹革命。做啥嘛？约瑟，拜祖的时候当着全族老少的面我得教你。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招。来人，哟，把他砸了。好，哎，这回用不着我给你教约瑟了，把这套封建的东西都给我砸了。砸了，砸好，放别。对吧，少哥，可以开始了吧？马上开始，我还要参加地位一个重要的会呢。好，我咋呢？我已经派人去抓了，马上就到。好，好。亚轩，现在轮不到你在这儿啊，像你这样的在别的村早就戴高帽子游街了，因为咱们这有比你更反动更重要的人物，你的问题以后再说。你们都认识我吗？认识。啊，对，我就是黑娃，五里坨的花和尚，你们都知道吧？知道，就是被我炖死的。
今天的诽谤可不是从前了啊，从前的诽谤是北贾选贾长公的儿子是右贾不能回犯了祖规的叛逆，叛逆。今天的诽谤是北鲁元农协主席主任，主任。他笑我，他也不是从前了啊，咋偷人样看呢，咋二茬子货呀。往下说，今天的笑我是北鲁元妇女主席主任，主任啊，主任。你们不要以为这是闹着玩的啊，这是革命，是要死人的。哎呀，啊，把那个大铡刀抬上来。好，放这儿。好，快。下边请鲁昭鹏同志讲话。我跟黑娃一样，你们也都认识。为了让大家明白，这是一场斗争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所以我宣布把鲁子霖跟田朴贤带上来。不要！鲁子霖在担任湘粤期间，伙同田朴贤欺上瞒下，也干了不少坏事。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我打就可以胡作非为。鲁子霖，你看好，你前面就一个大打的，你要老实交代，争取款达处理，要不然过去不是又出老戏叫个辕门赞字吗？那今天我们还可以唱一出辕门赞爹。哟，哎，你说吧，又哭了，哎呦，黑家军，你要干啥？别以为你杀了个谎和尚就了不得了，自古以来有罪莫罪，还得县太爷升堂来，你算个球？我说的没错，他的腰是不是忒硬忒直？继续开会。贾先生，难道这千百年来的规矩就变了？从今往后咱们就得听黑娃他们这些长工奸胡的了。你说人家刘军长这呼呼啦啦带着一群子大兵真开枪啊，让咱老实点咱就不说话了。这黑娃他们倒算个球嘛啊，这拿个少货棍子也该让咱们老实点，还能成个李自成。我看呀，要不咱们先卖上他几十条长枪，再卖上两把盒子炮，看他们谁敢动。只要你能定下来，这事情我来操持嘛。谁来了，也挡不住老百姓要过日子。庄稼人还是拿锄头比舞蹈能强的好。祠堂吧，
为了记住祖宗的功德，这是其一。还有呢，你听好啊，只有面对列祖列宗的时候，你才能知道该咋做人咋处事。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人啊，你背后有这些祖辈的眼睛在看着你了。你不要以为你心里想的事情他们不知道，你要做善事做好事他们就会护着你了，你要做恶事做丑事他们就会诅咒你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由白祥文担任白鹿亮星的族长。这件事情嘛，我和子林兄商量过了，他也同意。那这出个木桩子做啥嘛？啊，这是我让人戳的。大家听着，萧文为人忠厚，直属达理，跟随家眷，处处效法。去年赈灾，他大肆小肆，一人操持，深得民心啊！我代表我们鲁兴，坚决支持萧文成为我们的新族长。大家说，大家说，天众小月来了，还带着民团，困着好几个人呢。哎，这山子，快快有请。哦，家眷说。啊，鲁小月，大人说，听说你们全族的人今天要拜祖，我想借贵方一块宝地宣布一件事情。啥事情嘛？诸位，本人一向敬佩白嘉轩先生的为人，本想请他担任乡勇，不想白先生不肯屈驾，那只好请鲁自林先生继续担任本村第一保障座乡勇。另外，对去年闹农协的人，不管是富家还是穷汉，我要一个一个的收拾。现在除了黑娃潜逃之外，其他的人都已经落网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上来。走走走，过来过来。卢祥远，你主持吧，这些人咋出发你说了算。各位父老，兄弟秉公执法，理应铁面无私，对于这些翻商作乱的五合子中，如不严惩，势必扰乱朝纲。大家还记得去年那个花和尚吗？就是被他们吊在那个杆子上面给蹲死的嘛。今天我们也戳了一根杆子，看看先把他们谁吊上去，让他们也尝一尝这蹲下来的滋味儿。先把这个小子给我蹲下来。只要你肯说出黑娃的下落，我想可以免你一死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家眷兄啊，你看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处置？我带他们向田总相约和鲁相约赔情说过，他们作乱是我的过失，我身为族长，我又管教好族人，理应说过。你们一定要调人，就调我吧。家传兄，快快请起。亲属，你快快请起，这是干啥了吗？这是。你们不送客，我不去了。哈，看在家传的面子上，饶了他们。但是，这个黑娃的女人不能放过，一定要让她说出黑娃的下落。走，走，滚去！说出来！你说，走吧。真君呀，这是总统本语，这个号啊，我是你打宝殿灯了。打你可得给我做主啊。打就是来给你做主的。黑娃有消息没有？我一点也没有，要是有消息我第一个就说给打听。打怕的就是这。
咱们说句话你记住，你就是知道黑娃的下落也不能说，谁也不能说，连你大哥都不能说，你记下来。为啥？你要是说了，黑娃就没命了。你家黑娃还有我家赵鹏，那都是先上红旗的共产党的要犯，那要是抓住就一招啊。赵鹏哥也是死罪。啊，他现在是共产党省委的委员，还是省农协的副会长。咋？我还是穿上衣裳，咱点上灯说话。那咋就不来了？咋？咋？干嘛？要打架？你说的那么疼？咋？咋？你喝酒了？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？你咋还信不下我呢？按道理说，黑娃作奸了我，我应该跟着田福贤一块收拾他狗日的才对呢。可我这人心软呀，那天你到保障所里边来找我，在我跟前一哭一跪，求我给黑娃留下一条活路，我这心呀，就算是跟上你了。咋？那不让黑娃回来，我咋活呀？哎呀，你让他外边躲上几天，过了这个风声再说。啊，拿这点钱去买点粮食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成了啥人了？你成了啥人了？你成了打的亲蛋蛋的。干嘛呀？以后啊，谁要是欺负你，你就给打死，打让他狗日的水漏完了还不知道过哪儿破。哎呀，我这个亲蛋蛋啊，以后啊，我逢五逢十过来，亲死爱死你啊！打，只要你能保下黑娃一条命。小娥让你每天来你，如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，一个靠手的。每天晚上我都害怕有人在我床下学狼叫、学胡子哭你。谁啊？狗蛋儿，他不光吓唬我，还经常写个酸词酸曲撩骚我。下回他再来，你约他一回，看你打我咋收拾他狗。啊，我走了。小娥的头发黑油油，小娥的脸蛋晒白球，小娥的舌头拉纸肉，小娥的脸我想见。你个不要脸的薄命鬼。小娥你听好了，你和陆祥月干的好事我都听见了，我到村里给你们喊去。你站！我给你告到族长那儿去，看他咋收拾你。狗大哥，小嫂，那你说咋办呢？小哥，只要你让我跟你睡一回，我都啥都不是了嘛。那你明天黑了来吧。不，我现在就想你。大哥，今儿天晚了，我也瞌睡了，你明天黑了来吧，我让你多待会儿。哦，能成吗？哎，小娥亲蛋蛋，向你浑身转，只要把你亲透透，我死了也行啊！我把你追走的。
把打的练山抓脱了，咱俩没有一张脸，谁给你报仇？给我报仇？凭你？你说说，咋给我报仇你？你先把赏养好了，君子报仇十年不忘。那咱那是魔之王呀！哎呀，我这个亲三儿啊，你真是个妇道人家啊！你以为人家白家轩是冲着你来？他在你身上用的劲儿才用了三成，有七成就是冲着我来的。人家是把你的屁股当个脸在那打，你知道？那你说说，咋给我报仇你？等你的伤养好了以后啊，你要想办法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下来。白嘉轩，做梦去吧！我说的是白孝文，只有这样，这才算是把尿尿到他白家脸上。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！我现在舒服多了，就这样待会儿吧。自从黑娃走了以后，还没人这样抱过我。小文哥，你再抱紧一点，小我就是死了也值了。小我命苦。没人疼，没人爱，也没个家，活着还不如死了。只是没想到能死在小文哥的怀里。小文哥，你要是不嫌弃我，不嫌我脏，就听听我吧，让小娥临死之前再做一回女人。到魔屋来，我等你。后来，都行了，来，快打！
折了腰，听说那土匪还变大变色，看他的腰还能不能直。他的腰太拧太直，这可是黑娃说过的吗？黑娃鲁自林还帮娃说白孝文和孝娥睡到一块儿了，白嘉轩不信，非要当场把他们拿下，已经拄着根棍棍出村了。白鲁元要出大事了，孝文，快走！白孝文，鲁子林，生在这窑里，你在吗？你要是真的在，你就扛一声。孝文，你不会在这儿，这是啥地方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个孝娥是个撒货，你不知道吗？孝文呐、啊，你是白鹿村的族长。你从小就品行端正，为人忠厚，你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。鲁子林，是你和那个小娥睡到一块儿了，我不信，他这王八背着的脸上泼脏水了，你不会自己往这个脏水坑里跳吧？这不是脏水坑呀，这是吃人的坑，要命的坑，小文。你不会在这儿，不会在这儿。白孝文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就在里边儿呢。咋了？他嘞？他咋呀？他丢脸呢？啊！你高兴的时候你咋不怕呀？你跟人家睡到一块儿的时候你咋不怕呀？行了。咋走进去就咋走出来，让你打也看一下，是我往你白家脸上泼脏水呢，还是你白家的账事不成气候呢？出来吧。哎，小文，你要是真的在，你就死在里头，不要走出来，我不让你走出来，出来了也是个死，你好好想想出来咋见人类。你要还是白家的种，你就死在里头。你这个骚货，活该！相约吧，大声念，念也没用了，你走有族规吧。他要是还能活下来，就赶出家门，动手。你们几个还是咱们原上的长辈，你们都是铁石心肠啊！你们不看一看，小五手里边拿着是啥呀？那是酸枣刺刷刷冲下去就是要见血的呀。再说了，肖文是谁呀？这是咱们的族长啊，不能像旁那样说大就大吧。你去了。我不去了，你不放了肖文我就不去了。我不收你的龟掰，今天我谁的龟掰都不收，动手。嘉轩，你这心到底还是不是肉长的？
要想在白鹿原上活人，这心上就得插得住刀子。家眷，娘。真精啊，都咱两个人，这地方真亮，亮的让我把白鹿原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看见我大、我妈、我弟、我妹，我看见他们正生我的气呢。他们闹我，因为他们来不了这地方，这是月。小娘，小娘你咋哭呢？你要是流眼泪，那白鹿原就该下雨了。小文哥，我对不起你。哎呦，屁话你，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。这是啥地方？这是月。小师傅，我婆就说月就是天堂。小娥，你在这月上，那你就是仙女啊。你看见人家谁受苦了，你都下来把他领上带到这地方，让他享尽人间的欢乐。小娥，只有你，只有仙女才能做到。哎，要不我以前咋老是不行呢？我自从跟你干了过事情以后，那这毛病咋就好了呢？这么多年啊，我打现在才知道，这世界上男人女人之间还有这么美妙的事情呢。小王哥，你真的不后悔？我美不够你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为啥地上的人总是想着月，总是抬头盼着月，可他们来不了的地方，为啥呀？因为他们不像我，舍的牛啊、羊啊、猪啊、鸡啊、猫啊、狗啊，我舍的，我啥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，我只要这静静的、明明的月。小文哥，你保记恨呢、我不是故意害你的。我知道是有人指派你的。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是谁。这回他满意了吧？我白孝文，白家轩的长子，
北鲁亮兄的族帐已经把祖宗的脸面丢光了。自打从家里赶出来以后，我又学会了抽大烟，把房和地都卖给陆家了，我现在啥都没有了。我只有你了。小文哥，是小娥害了你，你想把小娥咋样都行，就是要小娥的命，小娥都给你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的身子，我要你的脸蛋子，我要你的嘴唇子，我要你的奶子，我现在都要。可鲁子林说他要把你介绍到县上的保安团去。他知道他把事情闹大了，北家人是不会放过他的，所以他才跟我找个吃饭的地方。那你答应了？答应了，天一亮我就走。他回来不？还要上我？要。你等我找到黑娃，把你俩的事情了结了，我都回来接你。咋去那儿啊？还有那儿啊，约呗。走，咱们去约，咱们现在就去。我不要清醒，我不要回到地上，我要永远待在这月亮上。叫我来，快来，咱去约。就来，我马上就来。是你，他在里边呢。北孝文把地卖给我了，这一回这算是把尿尿到他北家脸上。哼，你小子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过去的那个男人让我用虾身给他泡澡吃的事情吗？记得，不是说是布身子的吧？我恨他，我就把尿尿在盆子里给他泡澡。今天呀，我总算是把尿尿到陆祥月的脸上。骚货！哎，你心里是有啥事情吧？人老了，脚少了，睡不着了。再说了，你听见刚才的雷声了？已经喊了几个月了。我想等着，看能不能下雨。咋？你不光是想等下雨，还想
邓家人吧？打的心思你都看出来了。打，时候不早了，睡去吧。我得等他。他也该来了。恭候你好几天，我身上连根烧火棍都没有，用不着我东西。你知道我要来？我见过你穿开裆裤，还不知道你撅啥屁股拉啥屎吗？像我是不是你傻？我不干那种偷偷摸摸的事情。我认定是你干的。你咋不认定是鲁自林干的呢？我已经照过他了，他的舌头比你软。看来我不光是腰杆子硬，舌头也硬啊。啥意思？和你一样，我也认定我的腰是你的那些兄弟们打折的。今天咱就清清账吧。咋清？听着，你要是非要找个替死鬼给你的婊子偿命，我定是。你放开我打，人算是我杀的。杀了就是杀，没杀就是没杀，怎么是算？没你咋还能相信呢？除非有人承认是他干的。驴屎！那个婊子是讹啥的？这是物证，我留着呢。给，你留。啊，你保叫我打，我早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打，认不认随你。不过今天的事情咱爷俩也算清了，你给了我一条命，今天我还给你了。先操那就来。三哥，小五、小一，打你俩站在这儿。三哥，东家，你这是咱先喝了再说。你这是有话要说。三哥，你数数我白家轩是遭了多少难嘞？多少难你也母叫过累呀、啊、小文这事情差点让我听不过来。小五、小一，你俩跪下，你俩挺好。要是你三达走在我前头，不用你们，我会照看好他。如果我死在你三达前头，就指望着你们兄弟俩照看好你三达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小五、小一，这是啥吗？是咱家的房啊。肖文把他给卖了，这一排大瓦房明天就姓鲁了，他们鲁家人天一亮就要来拆房，你们是该咋办呢？谁敢拆咱家的房，我就跟他认了。啊，他明天拆了房，后天我就打手再盖个新，比现在的更体面。好，这一拆一盖，那白鹿原上谁都能看清楚，谁是咱白家的顶梁柱。小五、小一，这是吧？我见不得人家拆咱房啊！这房是啥嘛？是祖宗，是活着的脸。咱们白家不能让人家死咱祖宗的脸。我想好了，
咱们现在就动手，自己拆炸药。打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拆，好小子，动手。仙女哟，仙女哟。老天爷，你不该呀！急着喊呢，把这地喊死，把庄稼喊死，把他们都喊死才好呢。三哥，你保叫我三哥，我是小哥，就是你说的那个骚货。你那个死了，我们不死，我还要骚你们嘞！不光骚白家轩。还要烧鲁子林、白孝文，我要把白鹿原所有的男人都睡了。打打打打打！小娥的魂在三哥身上附体了，女鬼呀女鬼！各位列祖列宗，今天我请来了专门捉鬼的法官。会是那个女鬼，请祖宗们开恩，让那个女鬼金祠堂受审。有请法官，让他进来。老孙家，你终于让我进这个祠堂了。呀，你把捉鬼的法官也请来了，让我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这头还真有点疼呢。我说法官大人，老族长有话要和说了，等我说完了你再闹。老族长有啥话你就快问吧。我问你，你是啥人？连我都不认识了，我就是那个婊子，那个鹅，嫦娥本野。你活着的时候就是害人精，死了还不消停。我问你，你想干啥吗？我想干啥？我就想跟黑娃好好的过日子。可你们不让我进村，我惹你们谁了？我没偷过你们一朵棉花，没拿过你们一把柴火，你们大人孩子都叫我婊子。还有我打，我进他屋他不认，还用锁表捅了我一刀。打，你好狠心呐！还有你老族长，你把我整治的好惨呐，现在你找我了。告诉你，我也不让你好过，我要让你活的不如猪狗。你这个坏女子，今天我敢叫你来，就不怕你咱上阴间打官司，上刀山下油锅不含糊。先死没那么容易，我先把白鹿原老老少少都弄死，唯独留下你和我打，我受罪。我要让你活不成死不了，吃人屎喝人尿，学猫叫学狗叫，都懂吧，收拾他。哎咦，还真快啊，惹不起人多呀。哎，谭玲玲，你们老谭玲玲现身头，妖魔鬼怪吓人上了，走。三哥，东家，我回去看看牲口，有啥办法没有？休明，出兵，入土为安。各位列祖列宗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人妖颠倒，鬼神混淆啊！这是杀尸刀啊！朱先生啊，都准备好了。江武啊，哎。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朱先生说的办的吧？是的，先是把小娥的尸骨挖出，家去拧柴火，烧了三天三夜，烧成灰，再把那些灰放进一个瓷罐罐里封死，栽在上头，建了这个砖塔。中国历史上出来很多的真女烈妇、巾帼英雄，但是也出来不少荡妇淫女，这可是祸水，万恶之源呐！这个塔就叫真妖塔，小娥。封地的时候一定要心细呀，一定要按照我说的，里三层外三层，
交错封口。胡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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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叛徒出卖，柴店全军覆没。那你没死吧？没负伤吧？腿上挨了一枪，现在已经好了。赵鹏哥，你走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情有消息吗？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。玲玲，现在革命处于低潮，全国都在叫杀共产党，我们牺牲的同志已经太多了，也出了不少叛徒啊，地下组织损失很大，他们抓到共产党不用刀也不用枪，一律装进麻袋扔进苦境，这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，体现着这个幼稚十几代帝王的孤独文明。玲玲，你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加入共产党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。我知道。还是等一等再说。不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正因为现在全国都在杀共产党，我才要加入党组织的。赵鹏哥，我不怕，我亲眼看到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杀害了，他们临死的时候脸上一直微笑着，他们一直看着我，就像是对我说：“同志，我们先走了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的血不会白流，我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。”如果我现在代表组织再交给你个任务呢？请党组织考验我。为了便于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开展工作，组织上决定让你和那个同志假扮夫妻。假扮夫妻就是生活在一起。那当然不是真的那样生活在一起，是要让外人看到他们是一对夫妻就行了。能问一下那个人是谁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他自己会来找你的。请转告党组织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咱们在圣母玛利亚面前说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些不公啊？我的腿负过伤，跪不住了，我先走。玲玲。赵海哥呀，你穿上这身衣裳精神得很。现在我才想我是个标准的革命军人。对了，赵海哥，我就要和你一样了。咋？我已经正式提出申请，要求加入共产党了。哟，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了。不会吧？真的？那你不会把我也扔到苦境里去吧？那是特务干的事情，我说了我是军人。军人都不杀共产党了，军人就不镇压革命了。革命？哎呀，你也不看看共产党搞的都是啥革命啊？就是咱元帅吧，鲁兆鹏用的都是啥人？黑娃小娥白星一群乌合之众，靠他们能完成国民革命了。张海哥，我觉得你有一种贵族的口气。你用列宁的理论批判我为贵族并不过分，列宁就是把穷人煽动起来打倒富人，但是这富人被消灭以后，穷人还是穷人吗？黑娃不是当了啥农协主任吗？现在咋样，还不是当了土匪了？张海哥，反正这回国民党大开杀戒，已经暴露出反革命的真实嘴脸了。共产党就是要发动被压迫、被剥削的劳动者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自由平等的世界。好，咱就是瞧，看谁的主意真正救中国。张海哥，你变了。玲玲，你也变了。玲玲。还记得这门铜钱吗？记得。
上次聂小红摘煎饼的时候把它交给我，还是等咱分手的时候再交给我吧。分手？玲玲，咱俩会分手吗？露水没在，闲话没影儿，我说着玩呢。陈海哥，起码现在你不用害怕。张海哥，要是有一天你来抓我的时候，也会是这样吗？想想啊，咋这快就到了？你这么着啊，你有要事吗？敢怠慢了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如果先成，我见到肖文嘞。建文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他现在已经改邪归正，让我给你说句话，他想回来呢。走走辞，走走辞，告辞。你撂下这话再走，我早就摸着耳了。贾轩呐，你这不真的于情不得，于理不通呢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可忘了告诉你，他现在已经是先放了团的营长，他就是当了皇上，也不要再像进了你们。啊，对了，我问你啊，陆家俩小子做啥呢？你咋子不问问你的宝贝姑娘？我在旗头上说了，有哪还是死了？听说陆家两个小子轮流的在找他，眼下呀，还舍不准他能跟谁。静，你知道我一辈子没说过软话，今天就说一句，我还真他妈像他。马上就回来。好。呀，赵鹏哥，你咋知道我在这儿？这都是我安排的，我咋会不知道？那位先生啥时候来呀？哟，着急了。人家是着急完成组织交给你任务嘛。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入党申请经过党组织的认真研究，决定批准你入党了。真的？白灵同志，祝贺你。赵鹏哥，哎，从今天起要叫同志啊。赵鹏同志？嗯，哎呀，还是叫赵鹏哥顺嘴。好了，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。嗯，赵鹏哥，嗯，你再叫我一声同志吧。白灵同志。赵鹏同志。好了，现在可以给你交代任务了啊。嗯，刚才那个阿姨说我先生马上就到。寡女子，他已经到了。咋在那儿啊？他就站在你的面前呢。是你赵鹏哥？是赵鹏同志。白灵，你记住，从今往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关系。那就不能叫赵鹏哥了。咱是夫妻，你说还能再叫哥吗？那咱是假的呀。如果你改不过来，万一暴露了咱们的真实身份，这能叫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吗？我懂了。不光要把称呼改过来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要更亲密一些。嗯，要让外人感觉到我们是夫妻。嗯，要手拉手啊，要拥抱啊，必要的时候还要亲亲脸蛋啊。慢慢来，成不？不，从现在就要这样。不孝儿子回来了。没想到啊，你小子能有今天。我妈肖文回来了。婆。我妈肖文。婆。肖文。让我看看我的大孙子。婆，你坐。婆，你快看看我可是胖了还是瘦了。胖了。你不是当官了吗？肖文呢，你去拜祖了？拜过了。哦，婆，这是你孙媳妇。婆，听说你长得像王母娘娘的三闺女，走，上我屋里去，走。小吴啊，哎，备饭，拿瓶好酒。好。小文啊，哎，听说你是把汽车停到村外走路进村的，这很好。任何时候都不要在假想父老面前耀武扬威。是。
这回答应你回来，一是你改邪归正，又有了大出息；二是嘛，又一件事情。小文。啊，子林兄。啊，那家伙小文回来了，我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子林叔。这隆重终究还是隆重啊！哎，还要多谢四林叔当初介绍我到保安团。哎，这是一码子小事情，不值得一提个啊。不过书记啊，倒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啊，慢慢说。哎，你做你的嘛。啊，那成，那你忙。小文啊。哎。要是你还记得叔当年送你上保安团的事情，那你就听叔的，就算是还了叔的情了。子林叔，啥事情吗？我听说前两天你们把那个土匪头子黑娃抓住了。对，这可是在原上的一大祸害，千万不能放虎归山。那子林叔的意思，按道理说他打卢三是你家的长工，有些话我是不该说的，可这确实关系到咱们原上是不是太平了。哦，我懂了。好，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一说就通啊。子林叔，这事情你就放心，俺擦的罪过蹦他几次都够了。好，那么就啥都不说了啊，你赶回来和家里人说说话。好好好。小文啊。哎，叔还得再说一句话。呀，你说。要做就快，夜长梦多。又输了。啊，对了，叔给你带了一瓶酒去尝一下。哎，谢谢叔，谢谢叔。好好好好，慢走叔。好好好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啊。咋走了？走了。你子林叔走了，走两句话。哼，两句话就能要一个人的命了。他是为黑娃的事情来的吧？对。刚才我的话只说了一半儿。啊，你一下让我把黑娃给毙了。刚好相反，我让你放了他。放了他？对，想办法放了他。可城里没人不知道黑娃是我抓的。这就更好办了。这个没人能想到是你放的。可是这，可是啥嘛？你不答应放黑娃，我不答应让你回家。给你这个脸，就是为了让你记得。啊，这事情万一让人家知道了，这屋里头只有咱俩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可你的药是他家的人给打折的，两码事嘛。我现在说的是让你放了他。答案，你这一辈子脸比命还要紧。你总算是明白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嘛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我儿在上，请受我一拜啊。打你，哎呀，小贩子。打拳比赛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。身为让我专门负责学生运动啊。张鹏，我是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，这个时候送我走合适吗？怪你自己手上有准头，一块砖头正好打在教育部长的鼻子上，人家正在全城搜捕你。再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。让我去哪儿？组织上会送你去学习的。那啥时候才能见到你？不知道。那你啥时候来看他？谁呀？你说谁？给他起个名字吧。天明，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天明。天明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抽时间去看你。
一会儿又一个喜备局的军管过来送命，你们加班扶起，他送你出城。三，又要我加班扶起？这回可是真的。露馅了吧？当初让我和你加班扶起的时候，你就没安好心。那主要还是我们相处以后发展了感情啊。那这次我要是和这个加班扶起的人也发展了感情呢？不可能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过30分钟。我先出去办个事儿，一会儿回来送命。嗯。玲玲。赵海。我哥说让我护送嫂子。转成原来是你。张海，你是我嫂子。我可够恨居然让我来送你，怪不得他能成大事情，是脸皮比城墙还厚。张海，你回吧，我自己能走。我是说我哥，他不配当我哥。我也不配当你嫂子。我没说你。张海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恨你哥？我恨他，我永远恨他。听我一句话，包恨他恨我，是我提出来的，是我主动不要当假夫妻，要做真夫妻的。你要恨，就恨我吧。我为啥恨你？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自从咱俩扔铜钱以后，我一直盼着能见到。没有想到我回来以后，你已经加入共产党。就是那样，我都觉得没有关系。我仔细想，只要咱俩一起生活，只要咱俩一进家门，我就不是国民党，你也不是共产党，我们就是两个人，两个相爱的人。赵海，你说的这个是不可能的。可能，玲玲。不知道我仔细想过了，如果你一定要我加入共产党，为了你我可以退出国民党，为了你我可以加入共产党。难道你为了我才选择你的理想和志向吗？赵海，我们参加革命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信念，如果没有一致的理想和信念，即使我们走到一起，最终还是要分手的。起码比现在强。自上我争取过，我拥有过。赵海，看着我，叫我一声嫂子吧。不，不。那你让我咋办呢？玲玲，你还是玲玲，我一辈子不会叫你嫂子。赵海，出城这一路上，你嫂子就交给你了。对这种用心良苦的精心安排，你一定很得意吧？但是鲁兆鹏，你错了，我不会让你得意。那你想咋样？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，我想让你一辈子自责。等着你两个宣布，鲁兆海今生今世不会结婚，因为他唯一爱的那个女人，让他哥抢走了。赵海。你咋能这么说？那就换个身吧。那个女人让她哥以组织的名义假扮夫妻，然后弄假成执迷不悟。到现在你还不明白，你们分手是因为你加入了国民党。看来我是把你估计高了，你根本不会自责。玲玲，你呢？赵海，你是不是一定要我们自责，你心里才会好受些？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会自责的。让你的自责伴着我度过今生今世，这样至少我还不孤独。鲁兆鹏同志，我们可以走。赵海，拜托了。众人劝我，赵鹏不劝我，又鹏不劝我。
我说。冷先生，你听我说。达，从你手底下去。这个是我亲达，这个是比我亲达还亲的达。达，你把我身上抹的可舒服呢，我盼着你天天晚上来。去，不许胡说。我不是胡说，你不信你问我达。他摸过我好几个晚上呢，是不是达？达，你告诉他是不是？达，你咋打我呢？达，哦，你不是我亲达，你是我亲达。达，你答应我，今天晚上就来抱我，来摸我。你答应我，我心咋答应我？你咋答应我的？招朋友亲，路人亲。子林兄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冷先生，从你手底下写出来的都是治病救命的药方，你今天要写的是一字休书，我心甘情愿。谢哈子，我就可以把闺女领回来了。以后呢，在咱们园上被人家休了的女子，这辈子还有脸面见人吗？可她现在这样，甭说我这个当达的了，就是你这个当公公的，就有脸见人了。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儿，那我还得问你一句。你女子成天在街上疯跑，说的那些疯话，你都相信吗？谁都知道她说的是疯话。背地里边都说我在她身上摸过的，还得的是阴风病，说的是疯话。可有人说疯话就是真话呀。子林兄，咱两家可是亲家，打你的脸就是打我的脸。先不说他说的是不是疯话的事，就是他过门之后知道现在也没和赵鹏圆房，就够你我的脸肿胀了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，以致休书，我把闺女领回来，这事情啊就算过去了。过得去吗？你把他领回家他就不疯了，你把他领回家他就不说疯话了。你也是咱们园上的一代名医，你就没有一个药方子治治他这病吗？这可是一支好笔啊，休书是弯弯写不得，还是留着他开药方。闺女，打对不住你了，打给你下一帖猛药，喝下它，你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不说就不说吧，谁让你说的都是疯话呢？大知道，你说的是真话，可这年月，真话都是疯话。说不得，说不得呀！金朝来，为王给你庙，我看你上来，我休假。
你们部队要上哪儿去？中条山。那可是潼关的最后一道门山了。我知道，要是守不住中条山，让日本鬼子打进关中，不知又有多少家乡父老惨遭涂炭。要是那样，我鲁兆汉再不回家，无颜再见江东父老。你回来的时候，给我带回一座倭寇的茅房，也许是你亲手打死的。我答应先生。朱先生，要是以后有机会再见到白灵的时候，请带我把这个交给他。铜钱啊，有纪念意义，那你自己留着吧。我怕万一掉在战场上，把他弄脏。好，那我先替你收着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再由你亲手交给他。怕是不会再有那一天。赵汉，打！你真的不回家看看？打！打！打！王操！别打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个田总长也来了，听说他现在是县长了，说是要抓你跟俺子林走呢。他人呢？先去鲁子林家了。你慌啥嘛？我才让你躲一下。躲不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泡得了和尚泡不了庙。我被他们抓去了，不许哭，我要惊动你的婆。谭家去，知道我干啥来了？小吴，找根绳子把我绑着。这才叫硬汉子。告诉你，这次是因为你儿子白孝文在报案坛当营长，所以才放你嘛。但是限你三天交出你女儿白灵。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可是风云人物，上都上前200块大洋呢。鲁自林，你儿子鲁昭鹏现在是共产党省委的头头，值1000块大洋，给他捎句话，叫他快点来换他答，要是晚了，答收拾田县长报仇。请今天不把你带走，就算给你面子。子林兄啊，夏玄兄啊，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有句话，逮不住巧套单，摘不下瓜拔馒了。对，白家玄，你都等着吧，舍不定哪一天我就带人来讨你这个臭蛋。走。小吴，收拾东西，我要进城去找你哥去。找他干啥呢？让他说清，把你子林叔放出来。当他死了，他死了。谁死了？黑娃他当卢三打死了。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走了。真看不出山呆王的模样来。多谢张团长收编，鲁兆天用生用世感念张团长的大恩大德。鲁兆天哦，都是黑娃，自从鬼神传说以后就改叫大号了。哦，要说感谢，你应该感谢白营长，要不是由他做报，我们保安团说啥也不敢收留你这帮弟兄。多谢山营长。黑娃啊，不，鲁昭谦。俗话说啊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你从山上下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保安团正好扩编，我已经任命白营长为你营长，准备让你鲁昭谦当二营长，咋样？鲁昭谦原为长团长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死而无憾。先保急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。我听说你要是犯起烟瘾来，亲娘老子也管不住。黑娃，你看咋办吧。张团长，小文哥，我黑娃从生下来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，就算是在山上当土匪的时候，想吃想喝就能有，也没睡过一个安生觉。我现在真的后悔啊，后悔当初没好好读书，遇到事情也想不出个大名堂。
要是张团长萧文革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鲁昭天法师戒言不成誓不为人。来人，我让你们准备的绳子呢？站着。在家里时候困过猪吗？困过。记住，饿死狼，要是困不结实，我先咬死你。困，走。哦，来，把我挂在炮口上，不管我喊啥骂啥，谁也不许把我放下来。小文哥，嗯，这事情就拜托了。不到五天绝不能把我放下来。你要是真心让黑娃做个人，你就照我说的做。黑娃，咱兄弟俩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虽说你是鲁青，可你一直长在北家，这咱俩过去没啥记恨的事吧？小文哥，不料今天咱哥俩之间的事情没用了，照鲁营长说的办，把他给我挂在炮口上，五天五夜不许把他放下来。是，走走。行，你这招不错，又多了一个卖命的弟兄。我这也是跟你学的，当初鲁子林把我交给你的时候，那我也是这样。鲁子林的事情我已经办了，你可以给你打回话来了，明天就放人。哎，先不急吧，你不是说你打比这里要放人吗？鲁子林家有钱啊，我得先让他把钱都给我掏出来，再把房和地都卖给我，到那个时候再放人也不迟嘛。你还想支房子支地？团长大人，你不知道那本来都是我的。再说房和地那不算个啥，可那是张脸，那就为这张脸换一个，为脸，为不要脸，为大脸，抓脸，撕脸，撕破脸，再就是重新长一个新脸，脸上有点光，脸上有点笑，脸上有点祖宗，脸上也有点刀。呵，好。求情，我怕活不到今儿个。不值得一提了。哎，这大些的酒还是要喝的嘛。哦，喝。哎，不过我这个家呀，不行不成样子了啊。他为了救我，把房把地都卖了，连家里边的水车都卖。我到处求人办事，总是要花些钱的。嗯，对对。再说了，咱家那几亩水地还是留下来。好好好。有几亩水地在，够你我吃一顿饭都成的。子林兄啊，说出来我倒要向你赔情谢罪了。肖文不该趁人之危卖你家的房。哎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卖房的事情是我找你的，不是你找我的。再说了，你买了房，我拿了钱，还救下了子林，我们该谢你的恩才对呀。照我的规矩，是咋也不该卖你家的房。肖文当年把房子卖给你，他现在是想捞回一点面子。嘉轩兄啊，我做了这两年的牢啊，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哦，这世上这房啊，就是你迁过来他搬过去那一码子小事个。一包还一包啊！这一下咱北鲁亮家谁也不欠谁的了，亮清了，亮清，亮清，亮清。我林兄啊，咱北鲁亮姓啊，本是一家人嘞。几辈子下来啊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要是真的亮清了，那显得不像是一家人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从今往后啊，
在北鲁亮家，谁也不提那些陈谷子烂子马的事情了。好好过几天太平日子嘛。到家来喝酒啊！我就我就，这里兄弟，哦哦哦，打！这位就是鲁章海的父亲，有啥说的你就说。你找我呀？鲁章海真亡了，这是他的军帽。赵海牺牲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要我们把他埋在家乡。我的妈呀，朱先生，这是赵海答应朱先生带回来的倭寇的毛发。倭寇的毛发一共是43种，吴昭海亲手杀了43个鬼子。赵海真亡了，他是鲁子林家的娃，也是咱全族全村的娃，一定要把这个娃的后事办好，请回去转告你们丈夫。吴昭海家乡的事情我们会办好，明天北鲁园的父老乡亲迎接昭海回家，后天召开公祭大会。乡亲们，我将主持北鲁园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，来吧，那么为北鲁原上定号的一个子孙上柱香吧。赵谦，这是我还给你的书，还有我写的笔记。你说必须要背下来的唐诗，我已经能背20几首了。朱先生，给我的书您都准备好了？来来，赵谦呐，我朱某人这一生也算是见过世面的，但是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脱胎换骨之人呐。老朽倒是有个不解之题，想向你请教。朱先生又要开学生的玩笑了？不不不，绝非玩笑。眼下时局混乱，人心不定啊，又像当官的，又像老钱的，又投国民党的，也有其阴暗的。你黑娃，你鲁昭谦咋都能静下心来读书呢？还是我以为你不过是想借几本书走走门面，可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现你还真是用心读书，虽然说不上肃然起敬，却也是另眼相看，这是不计其数变化之根由啊。朱先生，说起来很简单，我过去干的事情你都知道，共产党让我干的我干了，国民党让我干的我也干了，我自己想干的我也干了，我是想弄明白了，这往后的天下是谁的，我要再干跟谁干，要不早晚有一天脑袋掉下来也不知道是谁看的。枉为人死啊，枉为人死啊。朱先生，话说到这儿，学生有一问题请教。请教。毛的书您看过吗？略知一二。那你说毛能得天下吗？延安情况你知道吗？政治民主，经济公开，官兵一致，百姓拥戴，毛主必得天下，这是我朱某人今生今世算的最后一卦了。朱先生，学生心里有数了。真的有数？我已经串通好几个营长，等共产党攻城的时候起义。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，老朽也不敢寂寞，会有惊人之举。朱先生要到前线打鬼子？像鲁昭海这样年轻的娃都战死了，我这把老骨头有啥可惜？我一个老朽打死一个倭寇都划得来吗？先生之举真正令学生
肃然气机，明日学生呼松先生出城，告辞。朱先生，招鹏先生，来人，先生怎要上前线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降为元璋，有几百万的军队不打鬼子，反倒要靠你这样的老先生。鬼子都杀到家门口了，咋还在窝里斗呢？问题是谁要谁？先生，我听说赵汉那个石奇子已经撤离了中条山。撤离？我还听说赵汉的部队是降为元璋亲自下令调回潼关东大红军的。赵汉也不是日本人给打死的，是金斑扁鹊的时候让红军给打死的。不可能！赵鹏啊，赵汉是你的弟弟呀，你这话可不能瞎说的。先生，这是真的，我代表我们党请求先生留下。赵鹏你先走吧，让我好好的想想。生物了，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呢。我看他是故意躲着我的。为啥躲你呢？为啥？这是他家乡，他怕得罪人呗。公审田福贤和鲁昭谦的事情不是定下来了吗？主要是鲁智霖的事情啊。这文件上说要把鲁智霖押到台子上陪斗，可鲁智霖是谁嘛？鲁智霖可是咱县委书记鲁昭鹏他爸，这事情就不好办了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是。我就是白孝文，白县长。白县长好。这样，你现在就派人去把鲁子林给我押回来。是。鲁昭鹏书记那儿，我去跟他说。谢谢白县长，谢谢白县长。孝文，这个地方你和我都十分熟悉啊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好像刚刚发生过，又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。也许今天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从梦中惊醒。黑娃的事情批下来了，批下来了。赵鹏啊，你不要说了，当初你们俩是一块起义的，还是黑娃动员的你？他给上面写报告的时候，你咋就写了你一营，没有写人家二营呢？我当时就是想让说啥都晚了。哦，还有，今天的大会要把鲁智霖押上台子陪斗。上面的领导同志已经和我谈过话了，他当过乡约嘛，这是政策，我能想通。就这样吧，一会儿就要开会了啊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白孝文发誓绝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。白先生，白楼村村民白家选求见啊。你这干啥呢？代表白楼村的全体村民求你刀下留人，给黑娃留下一条命吧。答案，他和你在这一块长大的，一块读过书，他打给你家当了一辈子长工。可他有三条罪行。一，他是土匪匪首，残害过百姓；二，他伪造过红三十六军；三，他杀害过共产党员。他指认了第一条，他当年给红军发过银元和烟土当盘缠，他还护送过当时的红军政委鲁兆鹏呢。他杀的那个共产党员是个叛徒。啊，这事情组织上比你清楚，因为你和他一块起义了。咱这先生魔动一刀一枪就解放了，你当了先长，他当了副先长，本来好好的，
这没过两天就把他给抓起来了。你不要再乱说了，你不懂人民政府的新政策，你不容他，就让他回原上种地无庄稼。打你说啥都没用了，人上面的命令已经下来了。过了今天，你还能是白先照？能开完会，能不能请白先照回家去看看？哦，那万一有功，万一你打死了呢？白先照，报告白先照，田朴贤、鲁自林、鲁昭潜都已经带来了，押过来。是。站上了。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，贾全聪，你打在那儿呢？对了，对了，你们都看见了，那鲁子林我害死了，那鲁家断子绝孙了。白鹿村的乡亲们，子睡先，人民政府公审大会现在开始。站住！站住！认识我吧？嘘，谁说我没儿子？我有儿子，我在原上有十个女人，二十个女人，三十个女人都给我生下儿子了。以前啊，他们叫我干打，其实都是我的亲儿子。小达，小达，小达，小达把那个小鸡鸡给你揪下来喂猫去。子林兄，我一辈子就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就是还了你家的地，来生来世我再给你还债吧。啊，啥？我刚接到一份文件，咱家玲玲死了，是他刚到根据地之后，在搜查叛徒的时候搞错了，把他给活埋了。这文件上也没有说准确时间，说大概是去年冬天。我知道，阴历十一月初七。你咋知道的？玲玲死的时候给我托梦的，可梦见在这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，我清清楚楚的看到白鹿的燕窝里躺着睡，它哭着呢，在我跟前停都没停，又朝西边飘走了。就在它掉头那一阵子，我看见白鹿的脸一下子变成玲玲的脸蛋了，还委屈的叫了个医生。爸，姐夫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心想尽，
享用了。